2017桃园客家语面子旧年初九同厨师分判内地法通，桃园市客家师傅局同平镇区公所今年启用古道游山环境韩国传统信用的方式来判，桃园市客家局局长蒋建文讲，一拜分判开堂风范，从阴阳界太有行，没有八公堂安排冰水灯，韩桥客家太起亚条，希望大帮普土来求太家平安。 桃园市副市长尤建发，客家口中中央界湾同地方人士，用客家团结意识应该水电球，那种环保水电表演水电球度，对用环保快念来传传统嘅文化，参加民众咪同认同。这个安阳也是泰雅族出游发都讲阿姨，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现在提倡的是环保，所以这一次桃园市政府所主办的创意水灯、创意神珠比赛，真的非常有意义。桃园市客家区长蒋建文讲，桃园义民市为古道优先环境同传统信用的方式来进行，希望结合在地界力量来制作优念国立特色的创意太水灯，来后生人们来加入了解义民这个由来。 现代的方式来表现，先从因为目的就是希望鼓励呀后生人做得更加善意，留沙企的民众更加团结合作来学习，物个是让移民爷爷也保向未土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桃园客家口讲，桃园移民子为托来个呢，初九初十两年来判，除了传统的知识，咪加呢创意嘅娘家环保水电同客家体系一条。 用我哋嘅安排，为移民子加添法通嘅姊妹性，并且传达参加里面对移民人嘅尊敬同感恩。看看新闻乱睇，拖延不拖。